咩噶 ？Bazaar Room拍片有嘉宾，原来系你明星主持 Kaylin Chan， Let's go magazine， 气质美女 Angelababy。好開心啊！咁嚟到第一個環節啦，就係估手袋價錢。咁咧嚟緊咧就有三個手袋嘅，咁我哋就分別估下佢到底幾多錢，接近嗰個就會贏。咁我係一個行內嘅專業噶嘛，所以咧我就會讓你半步嘅。feel 到你喺度吹捧自己。咁我就係會匿埋眼估嘅，咁咧你就可以擘大眼去估。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咁第一個啦，咁我匿埋眼先。但係你要俾我摸一估。係，好輕。哇！好輕巧嘅一個袋。我都知道，但是什麼質地來的呢？這麼有趣的，你可以摸一下個牌子，這裡這裡即是這個是牌子來的，玩它因為這個是我很喜歡的牌子來的。你很喜歡這個牌子？因為它這個即最近的 collection， 它出了一個排球的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那 你踢爆了，我知道什麼牌子我知道什麼牌子，它這個系列叫 V-Edition、哦、那我猜它是9000元，9500元，我估啱咗。我最近都影咗佢另外一個 classic 嘅袋，咁嗰個係接近20000，所以我覺得呢個係15000左右嘅。好，咁請開股。啊，真係㗎！哦，即係死啦死啦，要買啊！好驚啊！我同大家講咗㗎啦，我先係專家，佢係靚咯，純粹。咁啱啱就我贏咗啦，即係大家都估到啦。讓你啊！咁唔緊要，如果你讓我嘅話，咁我哋嚟多個啦。唉，你摸先啦，我一陣再俾啲 tips 你啦。摸到一個高級嘅感覺，好高級，釘曬珠咁。係啊，同埋嗰啲定係手工嚟，煙灰包，絲位係好好高級。咁到底係咩？應該係一樣好貴嘅嘢咯。我都你估下先啦。其實我大概知咩牌子嘅，係咪㗎？係，我估佢。嗱，我呢個我著過嘅，我俾多個提示你。所以我更加狂張，因為我有 stock 開你嘅 IG 26000，嗱我估啱咗牌，係真係喵喵嘅。咁你估幾錢咧？我估20000。咁細個喎，但係釘曬嘢喎。我估18900。好，請開股。咩話？我好熟呢個牌子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好啦，唔好講咁多啦，我哋去第三個袋，因為我覺得已經唔公平，我要贏翻一次。你唔服輸喎，依家我哋而家嚟最後嘅 battle 咯。第三個啦，因為啱啱 Angel 輸咗，所以誒呢個係特別。我贏咗啊！啱啱係咩？你贏咗咩？啊係啊，我輸咗。咁樣都得嘅，唔好意思啊，諗住誤導觀眾。我聽到個聲，我已經知咩牌子。黐線點會啊！我真係知，我俾你聽下個。喂，我覺得佢出貓喎，點會聽到聲就知？嗰條鏈啊！我俾你 feel 下條鏈先依家。你俾我 feel 個袋喎。其實上一鋪咧，我有特登引你講貴啲咯，即係嗰個珠片。你好奸啊！你做人咁樣。因為通常都係咁噶嘛。哇！呢個係我最推介俾大家嘅品牌，長青。得。我估。42000，哇，好靚喎呢個色。呢個係因為我真係有睇嘅，即係成日都 look 佢哋個 app 嘅，佢哋個 app 係我都係。呢個係應該係 flat back 嚟嘅，應該都係34300左右。請開股。我都話我係真係有睇㗎啦，因為邊個贏話？我。我啊，你 exactly 估啱咗價錢。我對唔住啊，公關姐姐，我走啦。眼前我哋就有呢幾個手袋啦，咁你估下嚟緊呢一季係會流行邊一隻手袋咧？我覺得係奶綠色嘅，因為好似呢幾季都枕住見到奶綠色嘅袋。上年影 Celine 一個 box bag 嘅時候，都見到有奶綠色嘅。顏色咁佢係淺色過呢個嘅，我覺得呢隻顏色俾人個感覺係好温柔，同埋即係似係講嘢會細細聲嘅女仔咩咯。咁如果想有呢個效果，都可以孭佢買呢類嘅。今季咧最流行嘅顏色又真係綠色嘅，咁啊除咗好似呢一個草綠色啦，其實另外熒光綠啦，或者係一啲深啲嘅綠啦，都係非常之興嘅。咁啊重點你可以留意一下呢個袋上邊啦，係有啲金屬嘅細節啦，好 vintage 啊。係啊，另外你仲會中意邊個咧？定還是你淨係揀呢一個咧？
啲如果呢一隻咧，就似係即係如果喺 office 嘅環境孭呢啲，一定即係上司先敢孭咯。點解？因為即係因為佢係真係好出眾嘅，好 bold 嘅顏色嚟嘅。但如果喺街你見到一個女仔孭呢種袋咧，佢應該係比較叛逆有個性啲。都啱。不過咧，我覺得三個之中咧，我自己就最推介呢一個嘅。咁你咪睇佢咁細粒，雖然咧。講真的，用途就不算太大嘅，但係夜晚去食飯啊，或者去玩咧，其實都啱嘅。同埋因為咧，佢好在咧就係有條長嘅手帶，咁你就可以執咩啦，咁就非常之有型嘅。咁你自己中唔中意咧？我會當佢係一個 accessories 咯，因為而家興一啲可能更加細嘅袋，大家可能都會見到啦，即係一次過孭幾條，我覺得係令到成個 look 係點綴咗嘅。但係我真係唔會 expect 可以。有個容量喺度咯，咁聽落咧最啱你嘅都係呢個啦，因為你又有個性又叛逆。其實咧，你一入嚟呢套咁靚嘅衫，我已經幫你襯好咗一個袋㗎啦。咁靚嘅白色手袋啦，可以見到咧外表咧就係一個白色啦，就好似你咁純潔啦。咁但其實咧佢內在咧就有少少奔放，有啲顏色嘅。咁就我覺得絕對係適合形容你嘅。真係非常好。你自己覺得啱唔啱你咧？即係奔放的部分就放咗喺裏面，外表就是很純潔，就係適合你。好，咁你今天的 styling 工作就完成啦！即係我可以走啦。